红红色的满阳，蔚蓝色的海洋，就当是做梦吧，能够靠在你肩膀。柠檬色的日常，粉红色的愿望，我只想这样一直陪着你呀。花莲，没想过时光能教会明天的直觉，给我机会相信许愿，让有人能听见。不管一遍两遍三遍，有我陪伴到你身边。 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Say my way, my way. 这个你所有相互出现，甘愿甘愿，就一起向前向前。右边的朋友，今夜你难入睡，我说几个和弦。Unplug is my favorite。你说每滴眼泪都会清澈如水。Bad luck will go away。我能给你笑点，你懂我的滴泪同类，别让彼此走远。不管一遍两遍三遍，有我陪伴到你身边。 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Say my way, my way. 要感谢上天能与你遇见，并且探索世界。也许生活对满考验考验，也许向我说声甘愿甘愿，就一起向前向前。My babe, say my babe, be my babe, 在我身边。Hey my babe, say my babe, say yeah yeah, say yeah yeah. Hey my babe, say my babe, be my babe, don't hesitate. You're my babe, no matter when. Hey my friend, be my friend. Is it?这里有天叫西伯利亚，听起来多优雅，两个人在冬雪冰洒处彼此毛发，后来他们就成家。没办法，那就想办法，闪电技能刮花晚霞，不复杂，就说拾起望云石敲打生活花、yeah. 变大变大，爆炸大爆炸，继续爆发不停下。有别的朋友，手牵手来对话，有时马鞍下对话，文明时来对话，让我谁跟谁在对话，长出了尾巴。Yo， 今天全体为你打发，留一头猛马，谁却把它象牙？我们一丝不挂，不需要袈裟，没有罪行，有感化，没办法，看流水落花，野蛮生涯最大。葵花疯了吗？是谁要发明将雨变石卡？造了家，有造赢家，造金。
来退化，越是马鞍下退化，文明是来退化，洋魔的腐化，鸟语满载退化，轮不到我不退化，谁跟谁在退化，唱出了伟大。 OK，你知道，就是天生的艺人自带光芒。没有没有，我只是穿了像荧光棒而已。没有，是真的很帅，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这样。帅不帅？超帅、啊！是发光体，不是变色体，对吧？不是变色体，对，发光体，发光体，对。哇，这个雅伦很久没有到花莲来耶，对，有一阵子了。是、嗯，要不要跟我们热情的花莲朋友来打个招呼？花莲，你们声音在哪里？花莲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可以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来到这里做一个夏天最棒的开始。是你今天来的这个夜，你叫什么夜？你知道吗？仲夏夜之梦，浪漫仲夏夜，好浪漫。所以大家都很爱你，有没有话？有没有情话要对我们的观众说？如果我是你的外场，请让我服务你们一辈子。哦，很快，重融化，已融化。果然是主持人啦。对呀、啊，是不是？还是有金钟加持这样子？有啦，快了，对对对对对，不是，已经是金钟加持的主持人了。是啊，你是、啊、对，非常非常厉害哦。那其实很久没来花莲，你有没有觉得花莲的那个阳光特别的高照？其实今天很辛苦，有一群人在彩排的时候就在了、嗯，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晒昏。来，我还应该还十八来照下去看得到吧？有没有那个还有体力吗？还有体力吗？肤色变得有点黑。回家妈妈已经认不得了。对对对，想说哎，今天是像这样，今天像对。对，好了，那这个来到花莲有没有想要特别想吃个什么，或是想去哪里走走这样？走走啊。对啊，我比较想去海滩走走，看看能不能捡到那个抹香鲸的口水。龙涎香，龙涎香，龙涎香。那你找到的时候告诉我们。好好好，我分你一点，拜托拜托。对对对，那石头不能带走。哦，石头不能带走。对对对对，国家要提醒大家。黑宝港，黑宝港。那么够七星潭可以去哦，我们还有一个星光浪漫夜哦，是音乐会可以来哦。是我一个人孤单，会很孤单。七个石头。七个石头会有浪漫的事情，会叠石头啦，对不对？在七星潭叠石头，对，浪漫的情话这样子，对，对啊，我需要有人陪我去啊。有没有人想跟雅伦去海边叠石头？你想象那个画面，我一个人在那边叠，好像有点落寞。你看这样自己在那边叠，好怪怪的。我觉得你真的变了，你真的变很会撩哎。哎哎，金钟加持，真的，是不是？待会就是两位陪我去好了。哦，一起去。他们没有很想。有没有人也想一起跟的？想去的举手。哇，你看，大概一台游览车，两台游览车，可能不够，可以搞定，不够哦，要十台。而且刚刚这边拍照啊，这边的羡慕个半死。待会看有没有机会拍一下了，好不好？你们想要吗？要，好想要，对不对？但是重点是我们现在不到三十秒时间要进现场了，所以要给雅伦多大声的尖叫声。回来逐梦，尽在花莲。欢迎回到2022花莲夏恋嘉年华的现场。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夜，浪漫仲夏夜，陪伴大家的是。好，我是雅伦。打开后，打开后。帅帅帅帅帅！哇，太帅了！今天是一个发光体，荧光棒，荧光棒来的。那问一个问题好不好？是，你是主持人，是艺人，是歌手，是先知，是预言家，你最喜欢哪一个身份？当然是先知啊！哎呦。
怎么说？还预测自己会得奖？对对对，再加掐指一算，今年的金钟金曲都是我的。今天晚餐要吃什么才会得奖？金马通通都是。花莲的马吉，花莲马吉。对了哈，炸弹葱油饼啊，都要吃，都给他吃下去。好了，我们这个严批的先知发个文之后就撼动天地这样，所以今天来到花莲也是撼动天地。这么多的朋友，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啊？大声一点！还想听亚伦唱歌吗？哦耶哦耶，哪边想要他过去啊？有 好，要大声一点哦。其实今天大家真的很浪漫，而且呢，我们看到炎亚纶哦，他一直在努力，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呢，扮演他各式各样角色都做得非常好。对，我是一直觉得那个那块板子的轮写错，我一直很。钥匙的，这个要纠正一下，待会会下去帮他贴好。好，你再帮他贴好，还是我借奇异笔给你？还是不的，太可爱。好了，不管怎么样，可爱。伦哥他其实没有写错，伦哥 OK 啊，前面那个。对啦，前面那个绿色的写错，但重点是支持的心意不变，对不对？我们再把舞台交给炎亚纶，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多余的我》。担心找不到情绪，我只能带来无谓的情绪，所以离开我，你有更好玩的玩具，我只需练习那一套甜言蜜语，爱情无爱有趣。走得下去，爱到呼吸离去，这是你的定律。我不适合你，也不适应你，你的世界没什么必须，那就难怪我是你可有可无的插曲。坦白的犹豫，却只能成全你另一出戏剧。我不懂放手，还问你什么叫情侣，你说我太多情，却又过太少伴侣。爱情无爱有趣，走得下去，爱到无趣离去，这是你的定律。我不适合你，也不适应你，你的世界没什么必须，那就难怪我是你可有可无的插曲。
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啊，会唱的人跟我一起唱好吗 ？Live Life。我们看遍了各种夕阳，很相似却都不一样，想把最美的最美的陶醉在心上。生活乍看也算理想，在过于安稳平淡的晚上，你我热又发光，会发光。都别太勉强，这样子在你不幻想。要关于争吵问自己，敢不敢疯狂？你本随时万种的回响与胡思乱想，世界大到无法想象，此刻深情的对望原谅，你的我的都一样，都别太勉强，这样子在你不幻想，要跨越争吵问自己敢不敢疯狂。你的That matters